没想到吧，我还留了这么一手。什么情况？那三个家伙傻了吗？怎么都呆住了？你看看那三个人用的武器。 是李耀卖给他们的。<笑>看来李耀这小子在组装每一件量子器时都进行了小小的改装，能够在近距离进行遥控，让使用者出现一两秒钟的麻痹。红蓝两队几乎所有选手的近战量子器都是李耀组装的呀。这小子实在太可怕了，太狡猾了。要厉害呀，红队要翻盘了。<笑>这小子不会就这样一路杀过去，来个惊天大逆袭吧？ 各小队注意，北部地区44号和46号巡逻小队无故失联，我们后方肯定存在一支强悍的红方小分队。太诡异了，没有一个人在频道里呼救。紧急命令，战斗力最强的8个核心战斗单元两两结合，组合成新的巡逻队，全面清扫后方的漏网之鱼。李耀同学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杀入前100名了。小意思，不过蓝队应该也已经注意到后方部队近了。 必须改变战术了。李耀同学要使用什么战术？嘘，马上你就知道了。哟，您运气不错嘛，竟然没有用我组装的武器，用你的。 别脏了我的手！没想到你竟然能在量子器上开后门，不然你那几只巡逻队，你以为是怎么消失的？既然就你一个，处理起来也就更简单了。你，啊！